下这个镯子，哎，这个梨好美哦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这本来有一对，结果呢，共破去啊，没了，共破去啊，这样贵的物件就共破啊，很美哈，嗯，很美。你知道我们李老师每次他都很不服输，没有要看看这个维度。观众朋友拿提些物件来，还是咱来宾提些物件来，伊就爱个提些来跟人 PK 一下。看它颜色啦，就是它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嗯，怪怪的，对呀，怪怪的，怪怪的艺术型。它手为175，哦，可能是 gay， 176还好啊，正常正常的手围，嗯，很小，怪怪的。因为这个我在大陆啊看到哇这种。一排整排，哇，都是一模一样，位置都一样，都在这个地方啊。对啊，你惯画作业啊？对。可是真的很绿，很漂亮哎，真是好碎。这碟下面烧菜杯，但是它的水头啊，水头很好哎，哈，假设它是对很好。金匠东西我告诉你，你看这个颜色哈，嗯，但是很少看到这样子的。很少看到这样子的，我看过这样的手镯啊，就是这一段的绿这么透的到整圈的了，哦，在两个地方看到了，拍卖会，一个是苏富比拍卖会，一个是台中公园浴室旁边，哎呀，哎呀，意思讲今天该给一线之隔啦，哎呀，都，老师会不会很紧张？很有信心。他说这个怪怪的呢，李老师说怪怪的，没事没事，不怕不怕。买多少钱？我超100万。100万，啊，你是十分之一，高档你就出10万哦。对啊，啊就遐尼俗啊。啊，你讲两卡一，另外一卡嘞？一卡就卖人啊。卖偌济？无偌济啦，少少。偌济啦？几十万啊。几十万？几十万啊？一卡几十万袂？伊讲卖人几十，伊有两卡嘛。一卡较差。啊，迄卡成本无一百啦，对不？无。迄卡成本偌济？啊，大概嘛两卡，我嘛两支卡。两支啊，我听唔是阿个。哇，都够我玩到啊！超过他的尺度哈。陈英大哥，恁买两卡，啊一卡较俗的已经卖掉啊，卖几十万，啊一卡较贵的买100万，这个较水，好的留落来哈，这个真水，地主保留户的概念呐，对对，保留户对，拢保留角金，对吧？角金较好卖啊，对啊，哦，而且够掉，三加六翘成卖掉对吧？用的真钱留咧，你问你到台中啊？我到台中啊，哎对。是真正好水呢，水啦，我冇介意啊，是钱冇介意呢，钱冇介意啦，钱冇介意啦，钱上冇简单，好简单，是啊，对不？哎，我今天你为着趁钱，徛个看有没有小儿麻痹啊？100万成本，刚刚李老师说真假一线间，那设施在嘉士的拍卖会的该。在亚旗啊，公园边的，伊是真正是一线之隔，拢赶快是。嗯，二十几年前，二十几年就买100万。对啊，哎，二十几年前100万是什么概念？两倍左右吧。两倍。但你用薪水来比，就差不多没有涨。啊，薪水不，但是如果你物价以物价以房价来比，那不得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又不能用房价，太特殊了。哎，对。我就问那时候阳春面几万，用牛肉面来比啦。啊，牛肉面几万？二十几年前。桃园街牛肉面一碗85，那个时候就85。啊，现在多少钱？现在应该180吧。对，哦，所以20几年前买100万，对，请见价。好紧张啊！360万元。哇！360万。假如这一圈呢，哈，我在苏富比派看到了哈，就是这一圈一模一样，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整圈都一模一样，这样子。3000以上。哦。他会加一个零，他是起拍价，真的，哇！所以难怪老师老神在在，伊拢无咧卖，伊拄啊讲到公园边夜市啊，伊拢无得紧张诶，哪有可能会紧张？伊嘛台中诶，哇，300多万，所以房子涨两倍，牛肉面涨两倍，手镯涨3倍，超过，对，3倍多，所以那是高倍的，对，买这些玉石宝物，这个根本越来越少，几乎没有会拿出来卖的，真的很难了。
所以只要你遇到的话，你一定要买下来。我没办法，真的，我卡在那等起啊，我要到去谈啊。